姐穿鞋了，这是你人生中数一数二爽的时候。爸爸，你看他眼睛有没有瞎到？眼睛瞎了，这样好可怕。聊天室表脑好棒。现在在影片开始前呢，大家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妹妹。就是呢，阿蔡刚刚突然打电话给我，他说：“喂，你帮我去录一支影片啦。”我想说，哈，今天不是放假吗？原来是阿蔡要带我去米兰时尚诊所做我一直很想要做的割双眼皮，还有开眼头啦。平常呢，只要我出门或者我要拍照的时候，基本上我都会贴双眼皮贴。但是长久以来会有非常大的困扰，就是它很不持久，出汗呢、出油的情况，然后甚至是说下雨天，在你眼睛是粘不住一整天的。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是说，你的眼皮会因为你长期的贴丝，造成眼皮松弛的情况。像我的眼皮基本上就是非常的松，我的双眼皮是下面折下去，我后面才有一点点双眼皮的折痕，这个是我们俗称的蒙古折。我自己本身的话不太喜欢蒙古折的双眼皮，我比较喜欢阿蔡这种开放式的双眼皮。但是因为呢，我们亚洲人的五官没有办法跟欧美人去相比，所以呢，明天阿蔡就要带我去米兰时尚诊所，我们要去做术前的讨论，我的眼睛适合什么样的双眼皮。讨论完之后，我们就是要进行手术开始啊！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打开小铃铛，阿蔡的美丽日记会持续的更新。那我们赶快把影片看下去吧。很兴奋哎！你觉得你是兴奋不是害怕吗？害怕，我就要等针扎下去，我才会害怕。啊，你可以闭嘴吗？各位观众，其实我也想用双眼皮。你不觉得我一个就是这边眼睛比较高吗？这边眼睛就会觉得这边有点垂，眼睛就大小眼。然后那天啊，就有人跟我说啊，你不是要去吗？他什么时候？我说不知道。他说可是你已经说两年了。是，今天是谢小姐要咨询嘛，哈、哦。那我现在先做一个测试，哈，好，用一个很轻松、很正常的方式，哈，睁开眼睛，睁开，好，眉毛有一点跟着动，对，眼皮的负担看起来是有一点重。如果正常的位置差不多在这个位置，好，眼睛睁开，好，这样的双眼皮就明显一些了，哈。但如果放掉呢？好，眼睛先不要眨哦。然后你有没有注意到这边的眼皮也跟着推下来了？所以你上面这边整个的眼皮负担比较厚，比较重。如果在高一点点的位置，我等一下，好，已经睁开。平常贴出来是大概像这样吗？其实是可以做得出来的。那不过你会发现到哈，除了这个折之外，它的折的上面眼皮它是比较泡泡的，下面这边也厚厚的感觉。这个部分就是因为你眼皮里面有一些脂肪跟肌肉的部分，它没有贴得很紧。那如果我们要看起来不要那么泡的话，是需要把一些脂肪去把它去掉的。如果说基本上用缝的话，差不多跟你贴出来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折痕做得出来，可是呢，它旁边都会变得厚厚的泡泡的。如果要把那边弄干净一点的话，会需要用割的。割的话，其实就是反而比较自然，完美。我跟你讲，我是想你要整我，不会不会啊，你这边一定要开放。哦，对了对了，这样有没有？好。那后来是我有问题。有些诊所啊，他们就打了就是千万不要割，然后有些人是觉得割比较好，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我觉得要看那个人他天生原本的条件是怎么样。其实双眼皮它是有一定的结构的，在西方人的话，因为他眼皮比较薄，所以他这个结构是很容易形成。可是亚洲人的话，通常眼皮里面的脂肪那一层都特别的厚，所以说那个自然的折痕不容易形成。那我们割是为了去改善这个结构。原本如果你应该有双眼皮，应该是什么样子？眼皮比较抛的那一种人的话，那其实割可能对你会比较好一点。你如果原本只是说皮稍微有些是松弛，那双眼皮时有时没有，那这种的话可能用缝的就可以达成不错的效果。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还要看你的要求，有些人他希望说我只要一点点像内双那样子，那我用缝的其实就可以达到了。至于修复期的部分，通常用割的会稍微比缝的要再更久一些，大概会抓一个月左右，大概会消肿90%。那拆线的话大概是一个礼拜回来拆线。但是医生我有听过，就是有人说修复期就是5天拆完线你就可以上妆了。如果说你只是用一点眼线，
或者睫毛膏拆完线差不多就可以，但是如果以后用到眼影，那我就建议至少要两周以后。好，谢谢医生。所以你会怕吗？有点兴奋，很爽。好，你眼睛睁开。好，现在你已经准备要进去了，已经被画满了东西，眼睛请闭起来。我完全看不到我自己。那你去的时候，我要去洗头，你要加油哦。好好，谢谢，拜拜。好，来，我们送他进去。姐，穿血了。这是你人生中数一数二爽的时候。谢谢老板哦。Hello， 大家好。我现在刚做完了割双眼皮还有开眼头的手术，然后我现在要边冰敷边去找我爸妈。我看到他们刚刚回来。爸爸，你看到眼睛有没有吓到？眼睛怎样？你给刮了。你们两个好没有感情哦。你说刮我有什么感觉？你们都没有什么吓到还是怎样吗？发生在你的事情，你有什么好吓到？这样好可怕。算了。今天的话是我割双眼皮，然后还有开眼头的第一天，有点肿啦，可是已经不会痛了，痛的话只有当下的部分。Hello， 今天是我第二天，然后你们可以看到，昨天我去米兰时尚诊所去躺高压氧。为什么要去躺高压氧呢？就是为了想要让我快速消肿。我自己个人的体质的话，属于比较容易术后肿得明显的人。结果你们知道吗？躺完高压氧，我今天整个恢复有一点点人痒哎，你们不要看现在这样，感觉有一点点可怕。但是我跟你们讲，我现在是完全不会痛的状况。最重要的一点是，手术后前三天要疯狂的冰敷。目前的话，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也可以正常的看东西，然后工作啊，使用手机。我的话，其实到现在我就觉得好蛮多的。那我们期待后面的恢复状况吧。今天的话是术后的第三天，我的眼睛基本上已经跟前一两天的照片差很多了，整个弧线是有出来，而且是超美的那种弧线。我这三天都做了什么事呢？你术后的前三天都是要冰敷，术后的第四到第七天的话，你是要敷热敷，记得热敷的话不要超过40度。我现在到第三天术后，我可以正常出门。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去躺高压氧，到了第二次躺完高压氧的隔天，就是今天，我的眼睛消肿的速度比一开始还要快好几倍。你们想要奇怪，哪那么多花样跟毛病啊？不对哦，高压舱它其实可以帮你们快速的修复你们身体的细胞。很多类似运动员啊，他们平常也会在有空的时间就去躺一下高压舱。其实你当下去躺的时候，它没有太大的感觉，只有像是坐飞机，你耳朵会有点那种小小的耳鸣。其实我觉得到第三天左右基本上是可以正常去上班，因为我的眼睛不会因为长时间的盯着荧幕啊或是干什么会比较不舒服。我就是一个正常人啊，只是眼睛上多了几条线而已。今天是我术后的第七天啦，等一下呢我就要去米兰时尚诊所去拆线。那我们废话就不要多说了，我们等一下拆线去啦。现在你们看到我的眼睛超级赞的，我终于有双眼皮了吗？我的小时候跟现在差别有多大？在这里，尽管我现在还是有一点点的浮肿，不过我现在已经觉得是属于比较自然的那一种。那我们接下来给你们看一下我复原过后完整的全记录啦。今天呢是我术后的第14天，目前的话我眼睛是有上睫毛的部分，恢复的速度真的是超级超级快的。但是我十几年的朋友他们都说我已经忘记你以前长什么样子了。你不觉得现在有双眼皮就是炯炯有神吗？虽然是还是有一点点高，它还会再慢慢消肿。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术后几周之后或是一个月吧。哦 ，Hello， 黄医师。你
这个一点点的是国中贴到现在贴出来的，对对对，其实眼睛真的是改变蛮多的，比较可惜就是开眼头那边的疤痕，它因为遮不住，所以暂时还会看得到。但我觉得不影响，很美哦。OK， 那很好啊，因为眼皮有遮住一些这个瞳孔这个反射光的部分，你会因为这它翻出来，你的眼神光就会出来，眼睛就更亮。还在恢复的后期，但是整体上状况都是不错的。对，好啊，那这样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今天的是我割完双眼皮拆线后的第62天，我觉得我的恢复状况真的是非常的好。因为我现在恢复状况基本上是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肿胀，除了这边是开眼头的疤痕，但是我觉得其实不太影响，因为我们女生会化妆，稍微在疤痕的地方遮瑕就可以挡掉了。如果想要割双眼皮的大家，真心推荐。像你们可以看到我现在的眼睛这边，你们看到有一点小小的疤痕，这边是医师有特别帮我做拉长的手术，我的两边眼睛是不一样长的，医师就特别帮我做眼尾有做拉长的手术。像你们去咨询的时候，医师都会很清楚的告诉你们，对于双眼皮客制化，符合自己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我今天割双眼皮我就是要像 Angelababy 一样，不可能不可能。那我们接下来就等第三个月的恢复状况啦，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妹妹。这么嗨干嘛？老板，你觉得我现在眼睛怎么样？你现在就是，他是把它当自己的频道一样经营，以后可能片都会吃出他的吧？啊、哦，我看一下。我觉得已经消很多了。现在是多久啦？现在是103天。我觉得103天的恢复就算非常好，看起来没有什么疤。我跟你们说，我在飞机上谁做了什么，一眼就看得出来。很多双眼皮，我觉得看了都会就是倒抽一口气。双眼皮要做就是要做的好像有做又好像没做。医生如果比较保守说，哦，我们就哪里就好了，那我跟你讲，你10年后。它可能会再掉下来，那如果你做太大的话，又会很像蛇精，就是脸这样子，然后那种眼睛很大颗，像这样吗？所以我觉得差不多刚刚好。我觉得现在的宽度已经是很满意的宽度了，好险我们的老板有在旁边。医师本来说要再小一点点会更自然，老板直接 nope 就是这样。因为我真的看太多双眼皮了。好了，反正我觉得妹就是做的还蛮成功的，因为她真的跟我吵很久，又说很想要。这边就要谢谢这个米兰时尚，没错，弄得这么的完善跟漂亮，因为她后面还有去躺那个什么高压氧。很多人总是就说，啊，你最近割双眼皮，他说，对啊，自己有人说，不好意思，阿菜，你换助理吗？你们觉得我有需要怎么样吗？你们觉得我的眼睛好看吗？好啦，好看啊，好看啊。好了，大家拜拜。就给他洗哦，吓死人是不是啊？那以后他讲话的话，你会帮他割吗？那个时候我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做手术了，女儿应该也不会让爸爸帮他做手术啦。还是医生，你有缺干女儿，我现在会讲话，我会自己赚钱了，啊，我也不用缴学费。